睇佢成個操作咧，都幾反局下嘅，某程度上可以話，即係一方面佢又好支持呢個共產黨，但係佢成個操作嘅手法，所以後來出咗個問題就咩咧？四九年之後咧，就全國院校就調整啊嘛。咁當時咧，中央就係即係諮詢各地院校，究竟係即係高等院校由黨嚟領導好啦，定係由教授嚟領導啊咁樣？全國咧都係話黨領導咁樣，即係行政領導啦，即係簡單講。唯獨是達德呢班友仔咧，就話咁係教授領導啦。咁啊，完全係唔對路嘅呢班人講啲嘢，啊就係咁咯。所以你睇到成個達德佢運作嗰兩年幾咧，無論係老師嗰個頭腦咧，同埋佢教嘅方法咧，學生點學咧，全部都同後來即係中共嗰套做法咧係相左，所以我就唔可以認為咧佢哋係有目的要辦一個黨校，而係通過啲學校訓練一啲幹部。其實就唔係嘅，即係佢哋都好真係好某程度上幾自由主義嘅班人，所以後來就變咗相當程度上都係有啲打擊嘅佢哋啊，有打擊。好，你。少少唔係好重要嘅資料咧，啊、我縮寫啦。係咩？不過預備班。哦，預備班哦。咁就所以其好詳細嘅嘢我都唔知嘅，但係我後屘執我爸爸個遺物嘅時候，我就發覺咗一個線索，原來郵局唔派信入達德嘅。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係。寄俾佢啲信係要寄俾青山山區邊個鋪頭仔邊個士多。楊有記。即係楊有記咧，就係達德門口嘅一個檔，係一個士多鋪啊。楊有記咧，仲有呢個信封係咩？喂，點解？你幫阿嬸，我有認得。誒，揾阿嬸傾下，阿嬸傾下。即係佢哋咧就係唔會寄達德嘅，唔會話咩達德冇呢樣嘢嘅，一定係楊有記。所以楊有記就係佢哋嘅即係生命嘅一條線嚟嘅，就喺度。喺度通過郵有寄信出去，喺度接收啲信嘅。但係咧就應該嚇學費失徵嘅，因為聽講我叔嗰陣時係喺鄉下，佢阿媽就要買田。哦，我啲田好平啫。即係要賣咗田先夠俾。梗係啦，喂，話你聽，我哋鄉里都有啊，大欖涌有鄉里啊，賣咗笪田嚟起大欖涌水塘啊。你夠做咩啊？夠娶個老婆咯！娶老婆娶曬啦啲錢，哇！你諗下，而家你賣咗大欖涌嗰笪地俾政府起水塘，你娶十個老婆都唔止啦。不過其實都唔係，一個老婆可以搞到你咧，需要十個，一個搞掂啊。我仲有其他嘅，英文嘅乜嘢？哦，係啦，咪英文教。其實裏面識英文嘅好多，特別係阿曾超倫。曾超倫咧就係佢哋走去視察嘅時候，咪曾超倫去傾咯。嚇，講完之後都唔使講，走人拜拜。收尾咧就港督咧寫信俾殖民地府嘅時候咧，就提到啊，依間學校咧嗰啲咁嘅師資咧係勁過曬我哋呢個殖民地嘅其他大學。仲有咩其他大學啫？當時都係一間其他大學啫嘛，係啊，就係勁嗰間咯。咁的確係喎，你走去嗰間睇睇嗰年代四十年代嘅嗰個陣容啦，即係廣大講緊啊，就爭好遠。唔係話冇人，而係話嗰陣時咧打完仗，啲人未翻嚟，即係嗰陣時廣大咧係好艱難嘅時期咧，去重新咧係恢復嘅。咁我咁講咧，點重新都好咧，都搞唔掂嘅。邊有咁勁咧？大家可以上網睇下啦，或者去抄下啦。北大、清華、復旦、交大嗰啲全國嘅十大、二十大、三十大都好啦，睇下佢哋嘅歷史上面，佢噏得出嘅嗰啲名教授係幾多，係乜嘢人咧？數埋可能有五個、六個、十個上下係咪啊？即係譬如廢校當年喺。廣州嘅時候咧，因為有個陳仁確喺度，哇一個棟喺度得啦，咁就係凌立啦嘛。你話呢班友如果達德唔執笠，辦多十年啊，廿年啊，
仲邊有北大清華復旦交大咧收檔啊？就係呢間啊！即係呢間係即係你數下啲人頭，你就知道如果呢間咁樣砌落去嘅時候咧，係幾偉大，係嘛？咪收尾係唔係打散？係而家要翻去咧，就係、是、解放啊嘛！好。十年之後就可以俾佢哋一球嘅啦。當然係呢、這個，即係冇可能啦，係嘛？即係係。啱啱你講嘅阿黃冠秋咧，佢係2010年2月28號先走嘅。係啊，2010嘅，係啊，冇錯。佢差唔多100歲先咩？係啊。走嘅時候係94歲。84歲，係。幾時有機會加到上？呢、这個比較麻煩，因為咧，其實嗱、我哋即係有啲時間我哋講講，即係後來啲命運如何啦？呢間達德學院，咁啊蔡玲梗係閃啦，翻上去啦，北上。我當時覺得香港啲地方冇乜必要去留啊，買曬啲資產。咁啊呢一嚿咧買俾倫敦傳道會。嗱，倫敦傳道會係一個非常之老牌嘅教會，即係入香港。英國人一踩嘅地啦，踩落香港已經差唔多有佢嘅，一路咧就係、是、支撐住香港社會嘅發展嘅。咁啊，但係喺戰後咧就慢慢淡出。咁買之後咧，就佢就即係撤出香港，就將呢件交應該就係送咗俾中華基督教會。總之嘅業權咧，而家就去咗中華基督教會嗰度。咁啊，因此就呢個主樓佢就改做馬禮遜樓啦。就要嚟紀念馬禮遜啦嚇，然後咧嗰、那個紅樓咧就叫改咗做何福堂會所，就紀念何福堂啦，咁樣嘅。咁就一路去到幾時咧？去到90年代嘅後期咧，中後期咧，佢哋就同一個即係發展商咧就即係傾咗要發展呢個地方，包括咧就搬走何福堂村同埋白神小學。即係另外揾地方俾佢落腳。當時咧，有間部門啦都幫佢揾咗地方㗎啦。去邊啦咁樣。咁但係最後咧就係嗰個即係換地嘅補償嗰度講唔掂數。啱啱咁好彩，香港嘅事冧咗。即係有時咧唔好彩，即係某人嘅唔好彩對嚟其他人嚟講係好彩嘅喎。即係大家唔好彩嘅時候，個事冧咗啊嘛。個事冧咗，咪發展商話：喂，唔好搞啊，大佬，係咪先咯？咁咪冇喐到佢。如果唔係，一早喐咗。我哋今日就喺度講空氣嘅啫，係嘛？好啦，咁跟住咧，嗰班校友就俾呢位何銘斯啊，呢班校友就唔對路啊，大哥，嗱一聲咧就去揾特區政府揾阿董啊，乜人都好咧，就喂可以保留經金。咁我記得2001左右咧，我都曾經被發叔咧嚇，就即係邀請去參加一個好小型嘅會議，就同當時中華基督教會嘅阿頭陸輝牧師咧就講呢單嘢點樣嘅。咁啊，陸輝牧師真係好鬼勁嘅，啲數口真係，即係有咩唔掂咧行情咧問下佢就啱曬。咁啊，嗰時咧就講緊即係點樣。有咩條件教會才至同意即係保留呢、這個特登，即係呢個馬禮遜樓？當然傾唔埋攣啦，冇得傾啦。教會就想發展然後咧就去到2003年係啊，何志平喺度面即係嬲嬲地咧，當時就夾硬嚟啦。你唔同意都好啦，夾硬整一個叫做暫定古蹟。即係用一年時間 freeze 咗你先，咁然後咧就即係當時咧，到2004我做咗區議員，我以區議員身份咧就又去即係參加咗呢樣嘢，咁幾個月之後咧就政府就宣布咗係暫停證，當時教會已經話我要告你嘛，咁政府就話告啦隨便啦咁係嘛，咁大致就係咁啦，咁收尾都係冇告到啦，冇告到之後咧。就一路係拉鋸，因為呢個係好有趣嘅個案嚟。呢個係香港第一個由民間啊，應該係由民間啟動嘅一個法定古蹟嘅一個程序嚟嘅。
因為過去嗰啲百年古蹟咧，全部都係由政府由呢個古物古蹟辦事處啦、古物諮詢委員會啦，同埋政府嘅有一部門咧去推動嘅。咁所以由嗰啲石刻開始咗落嚟啊，全部都係咁做。呢、這個唯一一個咧就係唔係政府去即係去啟動嗰個成個過程，係由民間立德校友聯同咗屯門地方人士，搞埋區議會，然後先至去到古物古蹟辦事處啊，古物諮詢委員會去到嗰度，當然我唔係委員會嘅啦，我唔知道有冇傾點傾呢樣嘢啦。然後先至去到即係最高層面嗰度咧，去定咗個百年古蹟。咁呢一個咧，除咗呢一樣第一之外咧，另外第一就係第一個法庭古蹟係私人產業，而係未得到個業主同意，而係列為法庭古蹟。啊，我哋有兩個第一，第三個第一就係屯門第一個法庭古蹟，到而家仲係第一個。咁所以三個第一，頭嗰兩個就係精彩不得了啦，係咪啊？特別係第二嗰、那個，即係係冇得到業主同意就宣布咗個法庭古蹟。咁所以後來咧。有段時間係唔喐得嗰啲嘢，嗱呢張相咧精彩嘅地方就係呢啲係呢個係當時隔離啊校長啦，咁有啲就係教會嘅人喺度啦，啊嗰時係喺佢哋嘅協助底下，我哋搞 reunion 嘅，咁當然我往後即係我大概了解到，其實嗰時佢哋已經 engage 另一個發展商，啊準備咧就去做另一次嘅發展。咁後來嗰個發展商咧就邊個就唔講啦，就有個人就走嚟同我傾，問我即係關於特呢個點處理。我話最簡單咯，你咪剷平曬周圍嗰度咪起咪得咯，保留翻紅樓呢個法庭古蹟唔喐得啦，加埋嗰個艇埋啲三嚿嘢，你咪攞嚟做會所咩都好啦，有冇搞佢咁樣？咁跟住咧冇幾耐就冇曬下文咯，因為據我嘅了解咧。就係、是、呢幅地咧，就係、是、複雜到不得了。裏邊個地嘅地契咧，就係即係錯綜複雜。就呢一忽就係、是、即、就是、教會嘅嗰忽就係唔知邊個村嘅嗰忽就係政府嘅。總之咧，發展商認為咧，如果要換齊曬啲地咧，將地集中曬一齊咧，都要搞翻三五七年嘅關係咁先啦，就無謂搞。同埋當時咧，嗰、那個新民仔村嗰啲就屬於巴閉大力反對。反對原因好有趣喎，即係街坊唔知會唔會知道？佢話：你起咗樓，我哋點睇電視啊？阻住我哋收電視喎、啊，咁啊，幾好啊呢、這個！咁所以咧就已經事先將我去反對你，因為我睇唔到電視啊嘛。咁啊，冇起樓啊咁，所以而家又擺翻晾咗喺度啊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啦。好，有冇？呢位？喺唔同嘅，因為一路用嘅，教會用啦，攞嚟做教會嘅人員嘅住所啦。我知道有唔少嘅最初倫敦傳道會嗰啲駐港嘅嗰啲神職人員咧，佢喺度住嘅。所以有啲我見到有啲房間係佢都喺度做套房嘅。然後後來咧就有中華基督教會咧，同埋香港嘅其他教會攞嚟做營地嘅，就亦都有過一個期間咧，就係、是、先生醫院。係即係精神科的一個實習醫院嚟嘅，有啲精神科嘅即係實習醫生咧，有冇地方住嘅，就去攞咗呢度住嘅，所以好多人住過嘅，同埋好多人都短暫住過。咁直至到幾時咧？直至大概係我諗大概影呢張相前後咧，就係佢哋就冇再點用呢個地方啊。咁就算有都好有限度咁係作為即係。即係學堂宣，即係課餘嘅一啲活動嘅場所，譬如有啲補習班，即係我見到有啲台頭等等。
但係去到呢個位置，即係我影咗相之後咧，就開始就唔再用嘅嚟講，因為已經係法定古蹟咧，佢都冇謂搞啦，唔係想同政府攣過啊嘛。咁但係而家就冇得攣咧，佢其實冇得攣嘅，佢等其實等緊第三個發展商啫嚟㗎，啊，唔係話唔得嘅，呢個做得嘅，不過要睇個發展商肯唔肯落款去做嘅。啊，係咁。我最近同佢傾過嚟，係你講。Hello， 家陣。我想問多樣嘢，其實佢班畢業生未完成嗰三年學，即係學計㗎。咁佢其實頭先有講話海外畢業生就上咗北京啊。咁其實係當佢哋簽實即係轉移咗翻大陸之後，其實特科學院有冇繼續運作，同呢班學生再有啲？好嗱，頭先我哋講咧就係佢商經班咧就繼續讀埋嗰個即係商業啊、經濟啊同埋會計。呢三樣佢需要，即係當時係需要呢班人去做呢啲嘢。其他啲咧就個別咧就翻去咗唔同嘅嗱，頭先講話喬生咧好多去北京嘅，其中我揀咗五十幾個喬生，就係去諗住栽培佢成為一啲精英咧，就俾翻佢哋去越南啊、馬來西亞、京畿啊，你就去我哋擴大呢個影響力啦。咁因為當時嘅外交形勢唔係好妥當，就停咗倉。就於是他們沒有做過這件事，就是集中在北京。那我據我所知他們就沒有再即是去攞學位的，但是就已經是被分配工作。那個部分呢有些自己走了去再繼續讀書都有的，我們有見過這堆人裡面有清華大學教授啊，有幾個從來沒見過的，就是學術界的，即是都有的，即是變成是各自修行了。咁但係咧，據我所知，多數學生咧就已經係埋咗位，即係做嘢㗎啦，啊，一路做。咁當時你只要唔需要有大學位就可以做嘢㗎啦，係咪先？咁做官咧就反而係最高啊，做到係廣東省副省長咯，啊，即係呢個級數咯。另外就呢位老哥咧先。呢位老哥咧就係、是、鄭康明咧就係、是、粵海集團嘅創辦人，即係香港粵海集團，而家就好似好好跌啦，最近啲股價，我成日叫喂買叫你啲僆啊係咁要嘔翻多少出嚟做特得基金咪算咯，係嘛擠500好1000好喺度，我哋咪有排搞咯咁樣，好好啊咁啊，都係冇曬下文啦而家。嗱呢位老哥咧就呢位老哥係兩袖清風嘅，即係佢哋咧，即係我見到呢班人咧。即係平時我哋食飯咧傾偈咧，你知道佢係咩行徑嘅，你一定冇得掩飾嘅。佢哋基本上都係啲兩袖清風嘅人嚟嘅，即係好廉潔，King Crown 咁啊。最叻就係我去到廣州嘅先，呢度個呢、這個張忠就係《南方日報》個老總，係咁佢咧就退休之後咧就配咗架車，有司機。我喺古超去廣州去揾架車，個司機車埋咧幾個老友啊，呢個就係、是。校友會會長啊吳佩涵咁就係都要捉我去食飯咁樣，咁就於是成日同佢傾呢啲嘢咯。發覺呢班人係相當之即係乾淨企理正面啊，即係你好老難得嘅啫，見到佢哋好開心嘅啊最怕咩？最怕佢哋成日長氣又嚇、啊，我要咁咁啱啊！我邊有得閒做咁多嘢啊？咁啊，真係雙拳難敵四手，咁都係，所以有辜負咗佢哋，真係非常之唔好意思。好，其他嗱，考察嗰度我要研究一下，因為最近我同教會傾嘅時候，我話喂，點解你唔去申請嚟我度申請錢去復修啊？佢而家就 AMO 幫佢咧，就逐啲整下天面啊咩啊？啊，哎呀，你哋嗰個有條件㗎嘛？我條件咩啊？要佢開放，咁啊，你有得傾噶嘛？你開放，一個禮拜開放一個鐘都係開放啊嘛。啊，佢嗰個開放咧就有條件要登記，啊，三個月之前申請咁都得噶嘛，即係佢哋驚開放俾人睇，真係死唔死啊！咁啊，於是咧就近呢大概呢五年咧，佢啲就係有限度地去即係接受呢個考察嘅。咁印象中就即係冇咩。你自己嗱，即係咁講，唔好話我教啦。屯門街坊會明白嘅。你試下揾人自己入去先啦，你唔好成日望住啊嘛。揾人當冇嘢咁樣就行去得㗎啦。
或者趁咩咧？趁拔省小學放學嘅時候扮家長，喺度等，行兩行就行咗過去。咁你一個人去咧，你唔好大動作咁影相啦，係嘛？冇聲冇機咁，啊咁樣應該 OK 嘅。啊，因為佢負責場地嗰啲張先生係走嚟走去，啊咁啊何福堂嗰啲。嗰啲老師啊，職員啊，費嗰時你因為同學堂冇關係啦，嘅呢個係教會嘅。嗱，你試下咁樣，即係俾人周到，唔好話識我最緊要。唔好話識我。啊，你話阿偉哥，啊呢位哥度咩？啊，聽咗個講座算數啦，嚇，好嘛？好，時間差唔多，因為我哋都要出翻。多謝。希望大家繼續留意我們中心活動，其實林教授都出了本書的，出了一本書，大家可以有機會去借或者去買都可以的，臨走之前